家好，我是世庸。那哎，讲到我自己了。那不知道大家，大家应该都有看过电影。那我想问大家是，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啊，那我觉得最有收获的部分会是什么？像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，我觉得最有收获的部分，通常是我可能看到了这个人的人生，就是譬如说，举例来说，画家他描述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？就像刚刚的那个《月亮与六便士》那本书，刚陈述，在那本书上，我可以看到怎么样从画家的视野去看待这个世界。一幅画，比如说毕卡索的画，很抽象，我往往看不懂它什么。但是往往透过那些文字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我仿佛可以多理解那些一点，或者从音乐家描述音符，那音乐带给他什么样的感觉，这些部分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收获最多的。那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，就是我手底下所看到的世界。那像我进入这个行业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做那个脚底按摩师，然后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做过脚底按摩的经验嘛，就是按摩师非常用力的在推拿，然后那个人痛得哇哇叫，然后那时候我一面推，哇那个患者哇哇叫，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哇用一下，然后叫一声这样子，好像，可是这样做的过程中，其实我自己也很累，然后我就想说奇怪，这样对吗？这样我真的有帮助到这个患者？就后来我就讲说，然后人家就说，当你看到你的前辈他们什么样子，你未来大概就会成为什么样子。就后来我看到我前辈，那应该不是我要的。所以后来我就跑到了那个台北的身体工厂卡拉达去做整脊的。哦，这是不一样，就是我穿着那个白色的衣服，然后人家都叫我老师，感觉等级又升高了。可是那时候一开始学习都还蛮顺利的，但后来我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那时候我胸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胸椎突然痛起来。然后我同事就帮我整，来整出来啪啪啪，好像有舒服一点，可是过没多久又痛起来了。后来同事就轮番来上我，你知道，啪啪啪啪，我就奇怪怎么越来越痛了。后来老师也出马，但是我那个痛反而好像变得更严重。所以那次的经验会让我有点去反思，说，这样到底对吗？后来我上网，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要学习嘛，就上网查一些资料，就查到有些整脊好像有人啪过之后就出事了这样，所以。我后来在上课过程中，我们就问老师说：“老师，那有像这样的案例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”然后老师就很沉默的看着我，很严肃的说：“那你就要小心一点。”听完，那我要怎么小心？力道小心，脚步小心，还是心里很小心？但就是充满疑惑。后来老师还补了一句：“放心，公司有帮人保保险，小心一点。”然后我听完之后觉得好像很安心，最近好像很荒谬，很恐怖。所以我后来上网查了资料，后来查到我师公就是林两传医师的资料，他那时候就是遇到一个那个小女孩去整脊之后半身不遂，那个脖子以下都不能动，就后来去他诊所调理了半年之后行走自如。那时候我去听我师公演讲，刚好那一场就有那个小女孩上台献花，也活蹦乱跳，跟正常人一样。所以那样的经验，让我开始想去探究这个。后来辗转的到那个台北现在的诊所，就是林峰文老师的门下学习，才发现，这个东西它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在里面。那我一开始上班了，然后我学长就来教我技术了，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技术。那有没有大家我征求一个，有没有在自己觉得自己肌肉很紧的，我现场示范一下？哦，好，那我们来前面。太可恶了。机会很痛，我有没有心理准备？准备好 AI 叫了吗？有点紧张。还在刚刚手上有点紧张。大家可以摸摸看一下他的脚，他现在的脚是右脚比左脚紧，大家可以来摸一下，或是我们群请听听你帮我来摸一下。怎么样调整前调整后做个比较 ？OK， 右脚现在他右脚是比左脚紧。好，那我开始要调整他。我学长都这样教我，我要教你哦，注意看啊，学多少都你了。卡住了，慢点。然后就是这样。有点像在手拉胚的那种。那段就开始就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你要消失在这个椅子上，被拔下来，打出来。
跟想象中的周边不一样，有点，我也不会讲，就很轻微啦。就想象中的中医都很激动，就折来折去跟泰式一样。泰式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可以再来摸一下。他现在就是狡辩的笔，比较细一点，然后这边是细一点，柔软度也跟刚刚一样。它里面有一条肌肉，内侧有一条肌肉被我翻进去了。所以这是我希望教我的。然后我那时候学好戏，然后那时候我学完之后，我其实当下很茫然。然后在学的大概前一两年吧，我每天晚上都跑到那个楼上的赛衣场去自我怀疑，我到底学得会吗？我要放弃这一行去做别的。但是后来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之后，我也可以做到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到像这样的程度。那通常患者来诊所找我们，都会说 ：“OK， 我现在身体痛。”这时候，大家要思考一件事情：痛是什么？那我去查网络上西医的定义是，痛是代表说，就是一个发炎反应。那因为一些组织嘛，然后产生发炎的现象，那发炎会产生一些物质，刺激到你的受气之后，你会产生痛的感觉。可是，在我们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痛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。那接下来要做一个小实验。请大家两两一组或三个一组都可以，找一下两两一组或三个一组。只好跟你们一组。没有，两个或三个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。发炎的症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伸起右，举起右手的食指。救命！救命！右手的食指，然后点住对方的皮肤，轻轻点在皮肤上就好。轻轻的。你看摄影机啊。然后。我看你在干嘛？赶快点皮肤。点皮肤。OK， 好，那大家。不行，他们，我觉得受到骚扰。骚扰。你快点。好，轻轻的点。OK， 好，你可以现在问对方现在痛不痛。做对方痛不痛？应该不痛嘛，这么轻怎么会痛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加压力道哦，要压到对方喊痛为止，开始往下抽，抽到对方喊痛为止。对，就用指甲。开始往下抽，抽到对方喊痛，喊痛就要停了，痛不痛？对方喊痛就可以放手。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大家刚刚在轻触他皮肤跟往下压进去的时候，你们改变了什么？我觉得不被孙子受侮辱，差点被受侮辱。大家心里有答案吗？改变接触的表面积，还有呢？其实我们对，就是力道。其实我们在刚刚在改变的，其实只有张力而已。所以痛是这样子，在我们实际研究发现，一个人可能运动完全身肌肉酸痛来找我们，我们把他调完之后，他身体变松了，结果他的肌肉酸痛就当场不见了。所以你说那是化学反应接收出去，我们可能一下把那些化学反应出来物质一下都弄不见吗？其实不太可能。但是我们改变了他张力，痛其实就不见了。那痛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事情。那我接下来想做另外一个实验，征求随便一位。我。好。好，现在有一个橡皮筋，好，先帮我拉长一点。
边有一条张力线。当我们人身体，因为当我们在人身上摸到，只要肌肉有那种一束一束，我们都说它是坏掉的肌肉。因为肌肉的功用是什么？肌肉功用其实是收缩、收放。可当一个肌肉它今天在你放松的情况下，它还是绷住的，代表说什么？它的收缩的距离可能变少，原本它可以收缩3公分，现在只剩2公分，所以它的功用变少。所以我们要处理就是像那种坏掉的肌肉。那现在这边有个张力系统，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木桶理论？木桶理论就是假设我们现在面前有个木桶，有很多块板子，有个木桶，我现在有木桶，有很多块长短不一的板子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用一个圈圈把它圈起来，底下放一个板子，用胶把它全部都粘合好之后，我想问大家，决定这个木桶可以装多少水的是什么？是这个桶子的什么样子？对，最短的那个。好，那回到我们这个张力系统，这张力系统也是一样，当我们今天可能有像一个肌肉绷紧，它的张力延伸这样。那我想问各位，这三个点哪一个点的张力会最大？中间。对，中间那个。所以当我们张力系统的过程中，它最脆弱的地方会显示出张力最大的地方，也就是各位最痛的地方。可是，那我们去西医，它会做什么处理？啊，你这在挡手术。好，我们动完手术了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张力，它刚刚这么凸嘛，现在少了一半了，它变有微微的隆起。你会不会说会不会比较不痛？会。可是问题是什么？我这个拉的力道还没有解除，所以它这边可能没有问题了。如果它张力延伸到其他地方，其他地方可能一样会最脆弱的地方组织会出现问题。所以好，谢谢。所以当我们在处理患者的时候，其实就在处理他身上那些粘连的部分。那我们会发现，一个人他的身体旋转是这样，他可能受了伤，今天之后有粘连之后，他身体开始产生一种旋钮，他被固定在那边回不来。那所以他使用粘连的地方越来越多，他身体衣服就越来越旋钮，越来越旋钮，越来越旋钮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怎么样，非常绷紧。所以有的人他到后面严重到最后，他可能会说：“哦，这里也痛，那里也痛，每次痛的部位都不太一样。”就他上力系统在乱拉的过程中，所有脆弱的地方都一一的引发疼痛的状况。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，就是把一个每一个粘连的部分，无论是皮肉或是肉骨之间，把它一一的解除掉。这衣服回来，它痛就解除了。那所以从这个过程中，我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人的疼痛它只是一个结果，就像我们人生的很多问题，它都是一个结果。那如果我们一直针对结果去把它做扭曲、做改变，其实往往是没有用的。比方说，可能交不到女朋友、忧郁症，或是人生的许多问题。所以这时候又到了分享书的时间了。其实我还是有还有啊，这是我找到了人类木马程式，就像刚刚那个威翰分享的，他也是在做人生找 bug 的部分。这本书它里面提出了很多你看似觉得不是 bug， 但它其实是 bug， 影响到你的爱情。影响到你的工作不顺利，影响到你梦想，影响到很多很多很多的 bug 在那边。那我分享其中我看到一段我觉得不错的内容。当你对爱设标准，这每一条的理想、梦想的条件，都将变成现实残酷的考题，也同时变成框限住两人的狭窄牢笼，变成双方吵架与痛苦的来源。哦，好，动作好快。速，那还有一本，哎，大家先放下好，不然我数一二三好了，数到一二三之后就数到三就两本了，对，我两本，好，三，太快了，我分不出来谁的，有没有 VCR？ 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，哇，这大数据，我好厌恶，我好害怕。好，再一次啊，一二三，大家速度一样快，怎么办？好吧，那我是长得最帅的。谢谢大家给我多一点时间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我觉得今天很丰富，就是不只是有送。